昨天消了，车票贵。有就是现场服务人员他说现场好像没办法买票，如果这样的话就很不方便，因为我们当初也不知道说一定只能透过网络上进行购票，如果知道的话我们就不会说应该说也不会想说再来现场碰运气嘛。但是一般我们的理解是正常我们不管是开幕一定会留一部分那个现场人员嘛，因为我现在是住在这边附近的住户，我觉得这样很不方便。对，而且我很期待，我从七月份等到现在就发现现在这确实不能现场买票，超麻烦的。我今天特地请假就是想说要来试一下现场买票的部分，但是现在如果没办法现场买票真不好。我现在还是想说先碰一下运气啦，如果说确定可以现场买票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想要进去看一下啦。